时候我会跟你的粉丝第一时间到现场。好，我很期待，我很期待。谢谢。你们是不是也在期待？那个现场的票沈姐就包了啊。好，没问题，就是。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哎，沈姐，那个当时你第一次见到小白是什么印象啊？然后怎么样就想到把这首歌作为你这个新的网剧的一个先导曲呢？嗯，我跟小白的认识应该是相闻其声，再见其人，是吧？是因为我跟戴月东这边戴老师是很多年的好朋友，然后音乐方面一直有合作，然后后来因为龙日一这个剧我们开始筹备的时候就立马找了戴老师，然后他很激动地说让我先听一首歌，然后他说你先听一首歌之后我们再谈，然后就我第一次听到了一个特别干净、特别纯粹、特别甜蜜的男孩的声音，我就感，真的感触特别特别的深。感觉我好像给你塞了好多红包。说了没没没，我说句，我当时的反应啊，最真实的反应。然后当时我就觉得，它里面的这种甜蜜美好，这就是我对《龙日一》这个剧的一个理念和一个宗旨。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期待。想跟王博文小白有个合作，然后也想见一见唱这首歌的男生到底是长得一个什么样，然后跟戴老师约了好几次，因为大家都比较忙，然后东东这边后来我们也所以第一次我也终于见到了小白，所以第一次网友见面还满意吗？特满意，我立马变成了迷姐，现在不是都说迷妹吗？我是迷姐，就是那种就小白的特别阳光特别灿烂，然后很活泼很健谈，那种灿烂的笑脸就是让人感觉真的特别特别深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人我必须得合作一把，哪怕是以他的音乐，因为这首星空下的秘密这就是完全听到这首歌我当时就有想法，我就立马跟东东老师商量，就能不能作为龙日一的先导曲。是先导曲就前期先做个预热嘛。哎，我们搬个小板凳听您夸他好不好？我觉得再夸我两句我就上天了，真的很开心啊。就听到这首歌立马就觉得龙日一想要给你们大家带来的是什么，这首歌就完全的能替代了我整个戏的理念，是，所以特别开心。哎，这次我们都在很关心嘛，就是你要改的话那这个剧跟小说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？这小说是十年前的畅销小说，也是80末到95年阶段女生的启蒙言情小说。这么老啊？对，十年前。十年前，那他们应该都没看过。十年前的，比较小。就是我出品方麦浪影业拿这个戏，就是说它的粉丝基础很广，对，观众群很广。但是呢，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事情了。所以你要怎么改？我们会进行一个大的一个改良，也请大家放心，我们的编剧团队的创编能力，还有我们导演会带领他的美术啊摄影师啊，会给大家呈现一个就现在你们爱看的偶像剧是什么样的，我们就会呈现一个最唯美最好看的独特最新颖的一种新型偶像剧。其实我们都已经感受到了，至于怎么改我觉得今天不方便说吧。对，反正放心，也请关注这首歌关注这部戏的朋友们尽情放心，我们会给你们带来一个最大的惊喜。好，我们为什么放心吗？因为你这个剧的先导曲，就让我们已经感觉到当下的那种 fashion， 你知道吗？所以，因为音乐，我觉得是一个剧的灵魂。Yeah. 对，然后有小白，还有咱们的戴月东老师，所以咱们这戏肯定精彩。Unbelievable 。开心消消乐打多了，来，今天非常开心，三位聚在了一起哈，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合影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让沈姐站中间，来。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呢，大家有更多的合作，带给大家不同的惊喜。谢谢，再次感谢两位，谢谢。改天聚啊，沈姐生日快乐啊！生日啊，明天啊，明天吗 ？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拜拜，沈姐。谢谢。好，那其实呢，今天看到有两位好朋友来了，那其实还有很多的好朋友没有办法赶到我们的现场。哦，我跟大家讲一下啊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，接下来是一段明星的 VCR。昨天不给王博文看，今天王博文自己不看，
但是他这人呢很怪，他墨迹，他自己刚刚在后台说一会儿给我看哭了怎么整。而且各位请做好准备，据说长达七分钟。就是你们认识谁就喊出来好不好，别这样，我们就看吧，就不要拍照了，就看的时候就这样，这没有意思，就看的时候是这种感觉才能才。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王博文在圈内的好人缘，来看。我也没看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炅，在这张《祝福》专辑要跟大家见面了。那么一直非常期待他的这个作品，因为虽然之前呢，小白的这个戏，这个表演的作品得到大家的喜欢，但是我知道在他心中呢，其实非常非常在意的还是歌唱这一块。我也知道他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，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小白王博文的专辑，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吴汉斌。啊，今天听说小白王博文的新专辑即将和我们见面了，祝福小白王博文的新专辑大卖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小霞。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。那我是周杰。可惜小白在我们心中的印象就是刚刚啊，太帅了。听说小白是要发新专辑了。新专辑啊！加油！我想你永远不会知道。博文，哇，跟你工作的时候觉得你特别猛，但是听你唱歌的时候又觉得特别暖。哇，你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奇男子啊。总之恭喜你出了新歌，我现在只听到一首，就是我刚刚唱的，已经感觉非常动人了。我相信其他音乐作品也是你呕心沥血然后完成并且要跟大家分享的，祝福你受到更多更多人的喜爱，歌曲呢也能够大受好评，期待下次再见哦。我想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想念你啊。 See you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顺子。你知道吗，小白发专辑了，我非常非常希望他的专辑是非常大卖，你们要支持他哦。小白，你唱歌要拼到这么厉害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品冠，在这里要恭喜王博文为他的新专辑也能跟大家见面，所以在这边希望博文的专辑能够得到很多人的喜欢，恭喜恭喜。大家好，我是水木年华，恭喜小白新专辑跟大家见面，祝大家新年大卖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妹妹。哦，是什么？我今天要祝我们的王博文新专辑马上就要发表。在我们眼中，王博文是一个颜值和才华都很高的一个人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的音乐，希望大家新专辑一切顺利，新专大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龙莹。听说博文要发新的专辑了，在这里预祝你新专辑发很成功，然后我也可以去支持你新专辑。我们加油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铮亮，恭喜恭喜恭喜我的好朋友王博文，今天呢你的新专辑给大家见面了，希望新专辑能够大卖，希望大家能够从专辑中听到不一样的王博文。大家好，我是许嵩，听说小白王博文要发最新的专辑了，在这里要预祝专辑大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志成，很开心他终于要发新的作品，希望你可以加油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南，现在在酒吧四季里的香格里拉，祝我的好朋友小白我的新专大卖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子彤，祝王博文新专辑大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关关师妹，新专小白王博文发新专辑了，希望小白的专辑大卖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加油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萱萱，我是王博文的好朋友，希望他的专辑可以大卖，然后他的歌曲可以火遍中国的大江南北。小白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 Mike。大家好，我是赵本新专辑，听说小白王博文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，所以在这里要祝你的新专辑大卖，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支持小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vi， 加油！得知王博文小白音曲呢，马上上新了，在这里祝你的新专辑大卖，也希望小白能够更多好的音乐分享给我。
会听到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湘云，在这里祝福我们的小白的唱片大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红尘，这是王博文小白的要出新专辑了，在这儿呢，我要祝福他，希望他不出新大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开晨，在这里祝福我们王博文的新专辑大卖，然后祝他以后的事业一切顺利，一路高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安阳，我是李宏文，王博文小白新专辑大卖，我们那个姑娘大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爱，那我在这里祝小白的新专辑大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左立，听说小白王博文的新专辑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，在这里祝福小白王博文，祝福你的专辑热卖大卖，事业红红火火。大家好，我是魏宁，咱们在这里衷心的祝愿小白的新专辑可以大卖。Hello， 我是 Rio Wong Ray， 希望小白歌曲的中文可以更多的人听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听说王博文小白要发新的专辑了，在这里祝王博文专辑大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魏宁。小老师，我是麦克斯，我要唱新专辑的发布会，小伙子唱得歌唱得好，哎，你得加油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周群，今天是小白王博文发专辑的日子，在这儿恭喜我们的王博文，祝愿专辑大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克，他声音真的好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他的新专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胡梦胡畅。听说小白王博文发专辑了，那我在这里预祝母亲哥哥白宁的专辑大卖，我到时候一定去买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任谷玉，在这里呢祝福小白的新专辑大卖，祝福你。大家好，我是导演孙晓志，听说王博文同学发布了他的同名新专辑，在这里我和我的女儿集体出镜，为他加油呐。祝他的新专辑大卖，也希望你们多多支持他。Hello， 小白，恭喜恭喜，恭喜你终于发了自己的新专辑，真心为你感到高兴，祝你的专辑大卖，恭喜恭喜，爱音乐，爱小白，加油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白，今天又大卖，希望小白的唱片能够大卖，大家。